在女人整形这么多，你分得出来吗？分不出来啊，拜托，关我什么事啊？享受当下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前几天新闻你有没有看到？啊，新闻，就是他在讲有一个小模啊，然后因为沉迷整形嘛，最后整到最后，脸都毁容了。啊，这么惨。故事还没有结束。后来呢，她跟她男朋友分手了嘛，然后工作也丢了，最后吞安眠药自杀。听说她常去的那家夜店，常常有人会盯着。还我脸来，还我脸来！被你说的有点毛了，这。你小心一点，我跟你讲。我还要喝，已经喝够多了啦。你看，英雄救美的机会来了。哎、欸，啊！不理你啊，不理你啊！哎、欸，嗨、好久不见啊！哎、你们怎么在这啊？哎、你怎么又喝醉了？你是谁啊？他是我之前打工的同事。对，哎、接下来交给我就好。他说认识你，认识他。认识，交给我就好了啊！辛苦你啊，辛苦你。哎，小姐，他的包包。幸运啊，等起来等不及啦，爸，我可是东区战神耶。不能因为特写就想要张开。哎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